各位可叔伯兄弟、乡亲父老、大朋友与小朋友，嗱，今日讲古佬咧，又是讲翻咧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嘅故事啦。又系呢、這个，听咗好多次啦，有冇第二个啊？好啦，我又讲啲新嘅嘢俾你听下。嗱，就旧年咧，大圣劈挂门咧就申请咧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故事俾你哋听下。大圣劈卦门早在2013年，即由李飞镖师傅获得他的师傅陈素忠同意后，主动向政府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在2014年入选了香港的非遗清单，正式成为香港的非遗。2018年特首的施政报告中决定拨款3亿元以加强保护、推广和承传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清单里面的非遗项目，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大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全艺会联同李飞镖国术体育会一起向康文署非遗办事处申请，成功获得资助，计划定名为非遗武术大圣劈挂门线上传承计划。这个计划在去年年底开始，为期一年。究竟这个计划包括了什么的呢？它的构思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请来两位当事人要作出介绍。老会长，我哋又故地重游咯。系啊，李师傅，记得旧年5月咧，我就喺呢度申请我哋表格噶喎。唔系，当初我知道呢个消息之前咧，我都好想申请咧嚟推广我哋大圣劈挂门嘅。咁其实而家学功夫嘅人咧真系唔多，尤其年青人咧都冇咩兴趣嘅。咁啊，因为咁嘅情况咧，我哋都思考咗啲重点，就系点样去令呢啲年青人咧对武术产生兴趣，从而咧吸引到佢哋去学功夫嘅。冇错啊，经过我哋反复嘅讨论咧，最后嘅构思就系、是。以线上推广和学习为主，然后结合线下的实体工作坊对学校做推介，形成一个互为环扣相互配合的模式来开展这个计划。而且采用这个网上的形式是年轻人接触新资讯一个最普遍的渠道，而且他们在这方面也是驾轻就熟的。是啊，总而言之这个计划线上部分就包括制作一个16集的全程影片，包括基礎篇啦，同埋自我防衛篇兩大內容嘅。第二咧就係話我哋編寫一本大聖劈掛門嘅傳承電子書。第三咧就係專門為呢個計劃，我哋建立一個網站。咁而且喺我哋線下邊咧，亦都有兩個方面嘅發展嘅。一個咧就係我哋有10場嘅線下工作坊，同朋友咧可以面對面咁交流。另外咧喺學校裏邊咧，亦都有6場嘅推廣活動嘅。係啦，咁究竟我哋呢一個構思將會點樣按照計劃咁樣去實行咧？咁我哋又如何面對挑战同埋解困难呢？今次计划嘅重头戏系16集嘅全程影片，分成2辑唔同嘅内容：大圣劈挂门基础篇同大圣劈挂门自我防卫篇。基础篇。由于对象是没有学过功夫的朋友，所以设计了大圣劈挂门21个基本招式，由李飞镖师傅全程悉心教导，并运用多角度慢镜易学易明的招式示范，还有对招式标准动作进行详细的解说，循序渐进，完全适合线上自学，目的是让初学者容易掌握，跟上进度，最终学会或记住呢21个招式。自我防卫篇的对象就是具有功夫基础的朋友，着重在实践方面，涉及大圣劈挂门的对策招式，
强化自我防卫的内容。两人一组互相对练，在影片里面李飞镖师傅较多从防卫角度拆解招式，强调灵活对应，熟练和理解招式的含义之后方会反应敏捷，设计纸上谈兵和硬技招式。全程影片的制作团队要在平实的表现手法上增加故事元素，吸引观众收看，因此在每辑影片中塑造两位主角，基础篇的斌仔和龙仔，他们都是中学生，由于喜爱武术，跟随李飞镖师傅学功夫，目标是熟练大圣劈挂门的基本套路，锻炼他们习武的毅力。通过他们两人的视觉和亲身经历，引起青年人的代入感，容易产生共鸣，从而对武术产生兴趣。自我防卫篇则请来余聪贤和崔永达两位年轻人，他们已经是大圣劈挂门的资深门人，由于具有一定的武术造诣，他们想向李飞镖师傅加强自我防卫的训练，突破防卫的能力，因此他们的故事在完成八集的训练后，仿效1974年公映的《猴拳扣四》电影，施工陈秀忠和石坚的经典武打场面，作为他们防卫能力提升的标志。其实一开始接到这个消息的时间，有份可以去参与这个项目呢，其实我心情又很开心，也有点紧张的。咁自己本身都係玩功夫嘅，咁我自己亦都係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個武術嘅一個學習者啦。咁喺呢個層面上面咧，其實就會比較多少少就係話作為一個武者嘅角度同埋大眾嘅角度，我都會去盡量可以將佢哋兩者可以睇下點樣可以攞到個平衡啊。因為我自己都有教功夫，咁面對緊亦都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存在咗，尤其是喺香港今時今日呢個社會咧。其實要做到去保育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咧，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喺我嘅角度入邊咧，其實去做呢個非物質文化嘅傳承咧，係有三部分嘅。第一部分就係記錄，咁第二部分咧就係傳承，第三部分係推廣。咁其實喺記錄呢個板塊上面咧，係好多唔同嘅師傅啊，或者係過去嘅一啲拍攝人員啊，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喺上面噶啦。咁主要唔係武術啦，都好多嘅記錄。咁但係喺傳承同埋推廣呢方面咧，相對其實仲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咁所以喺我嘅構思當中咧，就希望可以用一個更加貼地嘅方法，去將非遺武術呢樣嘢咧，可以推廣到比較大眾嘅層面。咁所以我就用咗一個故事式的大綱去做呢件事嘅，咁就揾咗兩個年輕人啦，咁啊前即係每一輯都揾咗兩個年輕人，咁就去做一個真人 show 嘅一個模式，咁希望可以透過佢哋年輕人學功夫呢個歷程去反映到，令到大眾一個可能我本身唔係對功夫好有熱誠或者係唔係好有認知嘅一個角色，都可以有一個身臨感受，可以跟住佢哋一步一步咁樣去進行呢個學習嘅過程。咁希望可以從而係帶起到個共鳴，咁亦都可以就係話，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年輕人見到呢、一個叫做sample 啦，或者係叫做一個榜樣啊，一個例子啦。咁佢發覺其實就算係我哋可能係較為年輕嘅，或者係本身對功夫唔係好大認識嘅，其實都係可以去學習功夫嘅喎。希望可以將呢個共鳴感帶到出嚟，咁所以就用咗個真人模式。真人 show 嘅模式去包装成件事啦。为咗加强吸引力，全程影片特别制造一段好富有电影感嘅片头，令到观众去体验武术嘅光景，令人印象深刻。在今次的资助计划里面，还有另一样网上的成品，就是大圣劈挂门全程电子书。
而呢一本书系由李飞镖师傅亲自编写出嚟，就系将大城劈挂门嘅源流历史、派别嘅特色同埋传承嘅谱系，用咗比较清晰又有系统咁样梳理出嚟，对于以后发扬同埋研究呢一门武术嘅后嚟者，提供咗唔少既信实又难得嘅资料。而家呢一本电子书已经放咗上网，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登入呢一个专用嘅网站，去享受免费嘅阅读。我觉得呢一个电子书嘅模式亦都系非常之好，因为咧事实上武术嚟讲咧系结合咗文化、传统同埋呢个运动、或者系技击系一齐结合嘅。咁如果能够有电子书嘅模式咧，咁系让嗰、那个即系有兴趣嘅朋友咧，系可以从更加多嘅方面咧去了解呢一种武术嘅传统啦、佢来源啦。同埋一啲理論方面嘅資訊啦，咁對佢點樣去掌握好呢一種武術運動嘅，無論係形式也好、內涵也好，都係有更加好嘅作用。最後要介紹嘅係專用嘅網站，為咗呢一個傳承計劃，主辦團體特別建立一個專用嘅網站。这个网站主要的功能是上载传承影片和发放计划相关的资讯，所有的活动包括工作坊、摄影比赛的报名可以直接在网站上面完成，同时网站又是观众的互动平台，可以提问和留言，每星期一次由李师傅亲自解答。当然还有传承电子书已上载网站供人免费阅读，对于了解和掌握大城劈挂门线上传承计划整体进度和资讯，发挥一目了然清晰而详细的功能。为了隆重其事，主办团体特别在3月21号在中环中心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邀请嘉宾同媒体一起见证首辑传承影片《大圣劈挂门基础篇》的正式面世，以及专用网站的启动仪式。当日应邀出席的嘉宾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林国辉馆长、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贝君奇副会长、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先生、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新教授、大圣劈挂门国术总会罗建雄主席等。到场采访的媒体包括有线、Now、香港电台、香港商报以及众多网络媒体，场面非常热闹。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香港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疫情亦为今次传承计划带来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令到线下工作坊和校园推介活动难于进行，严重影响整个计划的进度。由于疫情出现两次大规模的反弹，政府的限聚令自3月29日实施后到10月仍未解除，除了6月中到7月中近一个月放宽到50人的聚集外，其余时间都维持限聚2至8人。其实最大就是我们的线下工作坊，我们原先计划就是线下工作坊举办10场的，在今年1月初我们其实已经全部向康文署提出了申请场地了，咁咧預計正常情況咧，應該4月份咧嗰個十場嘅工作坊時間表咧應該定到落嚟。我哋原來嘅構思就係話咧，我哋傳承影片喺網上播放，
咁我哋線下工作坊咧做一個補充嘅，咁咧達到一個比較理想嘅效果。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主要想就話咧，嗰、那個十場嘅工作坊時間表越早定落嚟咧，可以就俾可以俾朋友越早咁樣確定到佢哋時間同埋選擇最合適嘅一個時間參與，呢個係最理想嘅。但係疫情令到康文署場地關閉，唔接受申請，已經定好嘅線下工作坊亦被迫取消，直到十月份之前只是举办了两场工作坊。即使可以乐观感期望在剩下的时间补回延误的工作坊，但因线上播放的全程影片严重滞后，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其实对我们的校园推广计划里面也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的。原先我们设定了有六场的活动在学校里面推行的。由于二月份疫情开始就影响到学校需要停课。去到五月中了，学校才部分开始复课。而且疫情在这里没有停减到。对这个学校是影响很大的。我因为这样我也跟那些校长沟通过。咁佢哋嘅態度咧，亦都係希望喺新嘅學年裏邊咧，係盡量追翻一啲之前因受疫情影響嘅課程咧，盡量補翻好啲課程裏邊。咁至於你學校裏邊要舉行啲大型嘅活動咧，佢哋就會考慮到一啲社交距離嘅安全啊，同埋疫情嘅考慮咧。咁喺我感覺到咧，佢哋咧都係以一個較為係觀望同埋保守嘅態度嘅。未来六场的校园推介活动能否进行，要等到疫情完全消除，学校一切都回复正常运作以后，才有明确的答案。现在阶段实在难以预测，面对以上的困难和挑战，全城计划的团队会采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应对呢？对于疫情的突然发生，是没有人能够预计得到的。咁我哋除咗能够系积极面对之外咧，应该每一个人都要谨守岗位。我哋从未有放松嘅念头，见招拆招，希望你嘅计划咧少受或者不受干扰。例如，因为疫情令好多人被迫留喺屋企，为咗吸引佢哋关注全城计划，五月份就推出咗一个叫做《逆境自强》网上练武造型摄影比赛。希望透过比赛，俾更多嘅人喺抗疫时多一份关注武术嘅传承，增加参与网上学习大圣劈挂门功夫嘅兴趣，强健体魄。全程影片在网上播出后，收到不少观众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较多是关于自我练习时遇到的问题。本来只想在专用的网站每星期由李师傅集中解答，但考虑到工作坊不能够如期举办，必须加强线上的曝光率，吸引更多人持续关注这个全程计划，于是将这个每周解答问题的环节独立制作成为一个非遗武术由你讲的网上节目公开播放，扩大影响。团队同样尝试采用 Facebook 直播的方式去接触更多的群体，推广这个全城计划。暑期是开始讲座、班组体验的最好时机，按原先定下的宣传方案，已经联络了不少的社区团体合办暑期活动。可惜啱啱遇上另一波疫情爆发，无法进行实体的班组活动，因此改变策略，用 Facebook 直播一场大圣劈挂门武术讲座，邀请不同的团体网上参与，务求令更多人认识这个计划，引导他们在线上练习武术。除此之外，线下工作坊未能紧密配合线上的全程影片，
发挥唔到应有嘅效果。为此，团队又想出另一个补救嘅方法，特别制作全新嘅网上节目《大圣劈卦资讯讲基础篇》，以传承影片基础篇嘅招式为蓝本，内容涉及大圣劈卦门嘅轻松话题，相关嘅新资讯，当然重点是以深入拆解基础的招式为主，起着温故知新的作用。对于还未曾看过传承影片的朋友，这个是一次宣传的推广，以新的形式再次引起公众的目光，投向传喻影片基础篇。因为片尾附有连结，直接引领新的朋友前去观看。十六集的传承影片已经由3月23日到7月18日在网上全部首播完毕，接触和观看的朋友应该不少，相信大家心中必有自己的评价和意见。以下请来文化武术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他们宝贵的意见和感想。这个计划呢就有很多方面的好处的。首先呢，从那个实践上面我们知道就是有线上有线下的学习。而这条片呢可以讲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总结，将大家经历过的事情，师生参与的情况都有一个挺好的一个记录在这里。对于我们的成全来讲真的有一个极大的效用的。我觉得都拍摄来讲相当好。另外就是也都是很容易就明白的。我想对所有看的观众来说呢，要消化它，要了解它，是没有困难的。还有就是用这种形式呢都可以说是有一些创新。对一些特别年轻人来说，可能个吸引力都会是很大的。那这样就是我看过这条片呢，就是都觉得非常之好。那呢就是你好像李师傅这样，咁佢嗰兩個徒弟咧對策打得出嚟咧就非常之清晰啊！咁咧就即係呢個大聖劈卦咧，即係後拳啦嚇。咁我想咧就即係阿耿德海師公，咁咧就喺北平咁遠落到嚟香港，咁咧就一樣發揚到今時今日。咁亦好多高手，即係啲武林高手啊，咁同埋電影界啊，咁都好出色嘅。咁啊，亦也曾有幾位打到個冠軍翻嚟，咁啊發揚咗呢個大聖劈卦。咁啊，就希望一路咁發揚光大啦。咁啊，即係以我所得咧，咁啊，即係呢個後拳咧，即係唔係我即係係得一家咗呢度。係嘛？咁又入咗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咁啊更加即係更加要更上一層樓，最好咧就攞埋呢個國家級。咁從我見到嘅即係影片入邊咧，見到大聖劈卦嘅功夫咧，因為我唔識大聖劈卦功夫，但我淨覺得佢一套即係一個武術好精湛嘅一套功夫啦。咁我覺得因為一套咁嘅功夫，你話如果叫師傅日日演繹，個徒弟要去學嘅話，係咪真係學得到咧？咁呢個我覺得一個幾大嘅困難，因為師傅一定係好叻，可以做到好多嘅動作出嚟，但係徒弟未必可以即係即刻學得到。咁你要去重複重複，咁師傅都好攰噶。咁但係如果你可以錄影咗喺網上咧，咁又唔同啦。即係個徒弟咧可以慢慢將勤補拙，慢慢練多幾次，咁佢有機會日日咧都可以學得到即係師傅嘅真傳。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真係絕對一個好事。即係唔使師傅咁忙碌嘛，日日打。你叫我哋李師傅日日打，日日打，日日打，咁你都學唔到嘅喎。徒弟又唔係個個天資敏鋭，係咪先？咁啊，由佢即係60歲打到70歲，佢哋都可能學唔到一招半式嘅喎。但係如果喺網上咧，佢可以逐逐睇，咁佢就真係有機會得到師傅嘅真傳，係有幫助嘅。
嗱，基礎篇咧，你哋都做得相當之好。咁一開始係由初學功夫，而一路延續到你哋嗰個尾集嗰度，咁講相當做得相當之好嘅。咁喺嗰個延續篇嗰度咧，就亦都你哋亦都相當之努力啦。咁我都留意到係點擊觀看嘅人數都幾多嘅，咁樣係對本門的發揚是相當之好的。我想呢就線上線下呢真的要互相配合到才得嘅。我哋常常呢都講緊全球化啦，咁全球化嘅進行呢又相當依賴呢個科技嘅。咁但係科技呢，我哋今日好似同學未必返到學，但我哋都可以用 Zoom 啦，用電子嘅傳媒啦，咁一樣學到嘢嘅。咁呢個呢就變咗係一個所謂叫認知層次啦，知識層次上面呢，咁就線上嘅呢可以達到一個效用嘅。咁但係呢就話仲有一個層次，我哋叫體驗嗰層次啦。武術呢，我哋始終都係要落到去體驗嘅。儘管你練完之後未必有最大的興趣，咁但係呢體驗嗰個階段呢，你始終要喺嗰度進行嘅。如果你能夠喺呢個線下嗰度親身參與咗，而興趣又再增加咗，而變成咗呢真係全身投入去練習嘅話，我哋更加高興啦。咁但係我哋諗緊啦，就係話線上係可以幫你引入去呢一個知識入面，咁但係咧線下先至係一個直接嘅一個參與，希望咧兩樣嘢一齊配合咧，先至可以達到一個最好嘅效果嘅。我相信個成效應該會好好嘅。事實上，即係武術一種傳統嘅結合咗文化同埋體育嘅運動模式啦。咁一般嚟講都用比較傳統嘅方法嚟到去推廣。咁而我今次係非常高興咧，即係睇得到咧，即係大聖劈關門師傅咧，係可以用一種與時俱進嘅態度咧，係用一個線上線下嘅方法嚟到去推廣。我相信嗰個效益咧，係比一般原用嘅方法咧，係會更加有效，同埋會更加有吸引力嘅。我相信咧，即係線上有線上嘅好處嘅，就係第一佢可以重複去觀看啦，唔明白嘅時候可以再重複啦。咁線下就未必得啦。咁但係你缺，我認為係缺一不可嘅，即係兩樣嘢咧係相互相成。一個咧就係譬如話俾到即係學員啦，就係可以自己一個人嘅時候都可以隨時去重温啦，去練習啦，去依循啦咁。而線下咧就會即係有直接嘅指導啦。咁呢個亦都會有一個唔同嘅作用。所以我認為兩者咧，如果配合得好咧，應該係相得益彰。不如講下啲好處先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新嘅模式，咁咧能夠接觸到嘅層面咧就好廣，可以去到唔同嘅人屋企裏邊。加上咧香港嘅地方咧都係好狹窄嘅，咁但係大家咧如果手上有部機咧，其實就已經能夠學得到㗎啦。咁當然有一啲不足之處咧，就係喺真係有心去跟住去學習嘅人咧。佢喺嗰個嘅正反向嘅方面嘅跟隨咧，我就建議咧可以有個小嘅鏡頭喺裏邊咧影埋嗰個示範嘅師傅嘅背脊，咁啊等大家咧能夠跟到左右嘅方向。咁第二咧就係喺個互動方面，其實學武術咧好重要咧，都係一個武德嘅精神嘅修養嚟噶。咁如果能夠有師傅嘅互動同埋帶領咧，咁佢能夠做到尊師重道，同埋每一個嘅動作，因為武術咧。我哋目的係強身健體嘅，但係俾一啲人咧誤用咗咧，可能咧就係作為一種打交嗰個嘅工具嚟嘅啫。咁所以咧，呢度我嘅睇法就係能夠同師傅師兄弟有啲嘅互動，去建立嗰個嘅武德嘅精神咧，其實咧係更加重要嘅。同佢咩國術咧，即係都有功效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你起碼個個都有呢個馬步穩。同埋咧，你學得功夫，唔好學咩派啦，咩門派都好，起碼個人都靈活啲啦，係咪先？唔會又咁遲鈍，係嘛？即係點樣走位啊？點樣勝啊？咁佢都係優勝過人一籌嘅。咁但係如果推廣啲，用呢個方法去推廣呢個大坑步嗰輪呢種技藝，有冇效咧？你覺得？都唔係冇效嘅，即係一樣可以發揚出去，係嘛？同埋又可以宣傳翻呢個火龍嗰、那個等。即係人哋讀啲歷史文化嗰啲學生啊，啲青少年，係嘛？就算或者唔係青少年啊，上咗年紀有啲都未知大坑有冇火龍嘅，啊，
咁啊，即係大家都可以一齊同步一齊去發揚呢、這個咁耐呢個歷史文化嘅。絕對係，即係如果你係用線上線下嗰個方案，剛才我都提及過啦。因為好處就係我哋可以重複睇啦，但係喺線上做嘅方案咧，我係有啲擔心嘅，因為你要揾一個好大度嘅師傅，因為我哋中國傳統文化咧，即係啲師傅教徒弟咧，多數都係個徒弟好好，個師傅好中意佢啦，所以佢嘅執子之手，傾囊相授，將佢畢生嘅功夫傳俾佢。但係我哋各門各派嘅師傅入邊咧，都有一啲好個人嘅立場。你話佢可唔可以將佢自己嘅即係武功秘笈、不傳之秘係可以全面性展開，擺喺個熒光幕上高，係冇門第之見咧？咁我又覺得佢哋未必個個做得到，佢哋可能會擔心有啲情形。佢唔係淨係俾個徒弟啫，如果淨係俾徒弟，佢都仲可以即係可以話曬俾你聽。但係佢去俾即係展算於各門各派嘅，即係我諗佢哋可能會有保留咯。咁當然。線上與線下呢個安排喺未來時間，呢個係一個時代進步必須的，即係你哋呢個做法，我係百分百支持。但係你都要揾到好大度嘅師傅，肯將佢嘅武術秘笈公開於世先。線上嗰個推廣咧就較為係新穎嘅，咁有個好處咧就係話較為廣泛啦，就透過網上就好多都好容易咁去了解對本門個功夫嘅了解啦。咁即係當佢哋了解咗對本門有興趣嘅時候咧，個功夫有興趣嘅時候咧，咁就跟住線下嗰度亦都可以加深佢哋對本門嗰、那個功夫嗰、那個用途效果啊，咁樣對本門都有一個相當大嘅發揚推動嘅。咁即係話將來你覺得嗰個效果係嚇？效果係你即係我暫時喺網上睇到留意到咧，就點擊嘅人數即係講頭先我講就話都非常之廣泛。咁當然我係希望我哋本門功夫能夠繼續發揚落去啦。咁發揚落去就話亦都透過如果理想嘅線上同埋跟住嚟緊線下嘅，咁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線上咧就一定係有效用噶啦，我諗今日咧大家咧就話接觸武術咧，可能第一步始終咧都係通過呢個電子傳媒噶啦。以往咧就話聽人講啦，係咪啊？或者我哋喺街度見到啦。咁但係而家第一個接觸點咧，可能始終都係媒體。咁所以以媒體作為一個引介點咧，一定係一個不可以取替嘅一個階段嚟噶啦。咁但咧就話，正如先前所講啦，大家都係要真親去體驗過先得嘅。咁咧就要師傅同埋徒弟之間咧要多啲接觸先得啦。咁啊，香港嚟講咧，可能最大限制咧就係地方啦，係咪？我哋今日去睇到咧，一般嘅師傅咧就話要教功夫咧，都係受嗰個條件限制咧比較大嘅。咁呢方面咧就可能就話民間啦，以至政府咧就要多啲策劃啦、合作啦，先至有一個更好嘅發展噶啦。我哋都歡迎嘅，咁啊個原因咧，其實學武術咧就係正如頭先咁講咧，都係一種武德嘅訓練，同埋咧係培養一個人咧堅毅嘅精神。因為練武咧係辛苦嘅，我哋有句説話叫練武不練功咧，就道路一場空。所以喺學武術嘅過程咧，係培養一個人嘅品德。咁呢個咧係我哋肯定嘅。咁當然啦，第二咧就係我哋希望有一啲有心嘅同學咧，能夠從中咧再更加咧係鑽研同埋深入咧係落到去訓練，咁即係學到咧係一技之長，作為強身健體又好，作為防身之用又好，咁咧都係對一個人嗰個嘅品德修養方面咧係有幫助嘅。OK， 咁如果真係呢個學校真係推廣成功啦，你覺得對學生嘅好處係喺邊度咧？對學生的好處就正如剛才咁講啦，佢可以強身健體啦，亦都可以旁身的一種嘅技藝啦。咁啊當然啦，佢更深入一層嚟講咧，佢可以認識一種文化嘅。
嗱，咁我知道咧，呢個大聖劈掛門咧，都係香港嘅一個非遺嘅嗰一個嘅登記嗰個嘅產物嚟嘅。咁啊，俾學生咧有多一重嘅認識，知道咧啊，原來呢樣嘢咧係香港獨有嘅。咁啊，希望佢哋咧更加即係珍惜我哋呢一度嘅一啲嘅文化。咁佢哋自己都有個傳承嘅責任咧。咁我相信都係一件好好嘅事情。咁喺成個片嘅架構上面啦，咁其實我哋除咗真人 show 呢個故事之外咧，亦都係將一啲叫做功夫上面嘅招式啊、應用啊、講解啊，咁以一個全面性咁樣包羅咗喺入邊嘅。咁所以其實出到嚟嗰個效果咧，都同我哋想象中咧都相對地係一個好接近，亦都係喺一個層面上面咧係可以做到頭先我所講到嘅記錄、傳承同埋推廣嘅。的作用。咁其實喺推廣或者係傳承功夫上面咧，喺傳統我哋可能教練啊，或者係再傳統啲叫法師傅，其實都面對緊好大問題，就係話喺嗰個地點同埋時間上面有一個限制嘅。咁因為唔同，可能唔同以前啦，以前好即係娛樂較為少啊，咁而家娛樂好多嘅，咁我哋嘅學員相對其實就越嚟越少。咁又再受到一個生活模式嘅地區限制同埋時間上限制，現場就開班係好困難。咁所以其實出咗呢段片嘅時間咧，分享翻俾朋友啊，或者可能我學生啊一啲對功夫有熱誠嘅一個即係愛好者啊，佢哋都覺得咦，佢哋真係可以係突破到嗰個地域同埋時間限制，佢哋可以隨時隨地咁樣去睇到呢啲嘅資料，甚至乎可以自己學習。咁其實呢樣嘢相對係一個都係較為正面嘅一個結果嚟嘅。咁但係當然喺嗰個量化上面，其實仲有一個好大嘅步驟去要走咗下去嘅，因為喺網絡世界啦，就嗰個資訊好爆炸，變咗其實喺一段片或者係一個記錄咧，佢都有一個競爭空間喺上面。咁但係即使係咁樣啦，甚至乎可能係就話好多嘅功夫愛好者或者前輩都會覺得，其實咁樣嘅模式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呢個傳承效果呢？咁但喺我嘅角度就係話，線上同線下嘅接軌已經係一個大趨勢，亦都係冇辦法去避免嘅一件事情嚟嘅。尤其是可能經過咗2020年嘅時間，整個人類嗰個生活啊或者溝通模式啊，都會有一個大轉變。咁變咗可能第一步嘅接觸咧，都會係線上行先嘅。咁或者退一步講啦，可能我哋之前以前想去間餐廳又好啊，睇套電影又好啊。我哋都會上網去搜尋咗啲資料先嘅，咁其實呢個線上已經係入口嚟嘅啦。咁只不過係話喺2020年之前，大家喺個線上花嘅功夫，或者係嗰個佔成件事情嘅部分係少啲。咁未來日子，我相信喺線上佔嘅比重會越大，甚至乎可能係一半以上嘅。咁所以我覺得作為我哋嘅一個非遺武術嘅一個傳承者嘅時間。在參與其中的時間都要去想多一些，就是怎樣可以利用新的科技去做到傳承推廣這個效果。那我相信這個都是大趨勢。師傅啊，係傳統文化裏面嘅武術咧，需要係長期嘅鍛鍊同埋不生嘅追求嘅。冇錯啊。咁咧，點樣喺而家信息萬變嘅社會裏面咧，吸引年輕人走入武術世界咧？咁啊，其實咧，我哋要俾啲年輕人知道我哋中國傳統武術嘅豐富嘅內涵啦，同埋佢嘅博大精深，等佢哋有所啟發，有所領悟，咁啊，令到吸引到佢哋咧，肯學肯練。咁啊，當然最希望係能夠做一個傳統武術嘅承傳者啦。咁啊，當然啦，呢個大家都希望同埋理想嘅，但係唔容易喎。不過咧，我哋確實開咗個頭。咁我相信咧，喺呢個基礎上面咧，我哋開一啲實體嘅班組，咁啊推廣啊呢啲傳統武術嘅承傳嘅培訓計劃。嗯，路雖然難行嘅，但係我哋都依然要繼續行嘅。嗯，冇錯。一切傳統文化能夠傳承發展到今日，必然有它獨特的文化基因，武術亦不例外。只要大家以開放的態度探索更多不同的傳承形式，凸顯武術鍛鍊身體、平衡心性、薰陶精神、涵養道德的特點，
可以升华达至身心双修的境界，这样武术的吸引力和生命就依旧存在，就一定会有后继人。今次主办团体尝试探索一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推广和传承武术，希望能够为非遗传承的同路人提供多一个选项和参考。好了，我们已经了解了大圣劈卦门，不如我们一起去学吧。今时今日，点样喺呢个十七八年嘅时候里面咧，吸引年轻人进入武术世界？咁啊，首先我要年轻人知道我哋传统武术嘅一个丰富内涵啦，同埋佢嘅死啦，知道啦，福嘅死先。李师傅啊，系会长你好。因为我里面嘅武术咧，系需要长期嘅锻炼啦，同埋不断嘅追求嘅。咁喺今日呢个瞬息万变嘅爆炸时代里面咧，点样可以吸引到年轻人进入世界咧？系大力。不过咧，我哋喺呢次咧，的确开咗头。系咁，我觉得咧喺呢个基础上面咧，其实我又可以开一啲实体嘅班组，咁啊就去点样推广我哋一个传统武术嘅传承培训计划。系啊，咁啊，你虽然难行，可以行慢啲。你行快，我哋行远啲讲得唔得啫？我哋行远啲行。我哋好。阿老总，有多朋友而家开始问好多问题，就关于我哋一个摄影比赛，你可唔可以再重新解释一次，等大家更加了解我哋呢个比赛究竟系咩性质嘅比赛呢？好啊好啊，嗱呢个比赛叫做系逆逆逆逆逆。跟住。